球锦标赛。那这一场呢，是由我主播许又翔以及我的好搭档子明、张子明、安孔明。各位观众们，大家好，又翔好。我们今天这场转播呢，是亨达来对上这个广宇堆高机。那广宇堆高机呢，在早上的赛程可以说是大杀四方。哇，这个一个整个口斗啊，十几分比二还是比三的，直接压倒性的胜利。那亨达呢，则是我们早上另外一位这个专业的球评，也就是中职的这个全打王陈文彬、陈教练带的带队。那他刚刚也是非常的兴奋啊，因为准备了那么久，那现在是已经来到我们八强的赛事。八强赛。那之后再来就是今天要来选出这个冠军。那刚刚据了解哈，到四强赛之后，这个全垒打都还有奖金哦。不，从八强开始就有奖金了。刚刚奖金的主办单位说，八强开始前面打出了十二支全垒打，都有1000元的大会赞助奖金。那再加上这个亨达，他其实是要来寻求卫冕的啦，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对，那我们在假球场进行的是这个亨达来对上这个广宇堆高机，而在隔壁的这个乙球场呢，则是这个大角岩堂来对上了明伟企业。嗯，两边的赛事都非常精彩，不过我们这个只能转播一边的赛事，所以还是先带大家来看这个亨达台南的传统劲旅对上了这个广宇堆高机。那这边特别的看点就是说，这个广宇堆高机其实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啦，包括说这个前中职投手张之嘉，还有这个黄志培、志培，还有像刚刚打出这个全垒打的郭建宏、建宏，可以说是最中心的打线，非常非常豪华。那这个特色的就是有这个球场啦。其实假球场打左外野，对，可能也会跑到右外野，跑到这个乙场地。嗯，那假球场的左外野是距离相对比较短，所以靠近旁边彰化知名的景点天空步道。好，这个比赛马上就先开始了。那站上打击区的是这个广宇堆高机的一号，是施佑龙，背号是九号。我刚上午的比赛，这个广宇堆高机前面的打线站出来非常吓人啊，这几乎就是明星队。没错，这在这个曼垒里面的明星队。那现在就看刚早上那个教练陈文彬教练，他有特别注意到广宇堆高机啊，看他这现在在场下来执教的话，他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强队？禽兽已经禽兽一整个早上了。这个中间方向一个穿越安打，不过场地不规则，多弹了一下。这个外野手虽然就把他挡住了，不过这个跑者还是趁机推散了到二垒。只要漏了一下，就是多丢一个垒包。哦，刚刚他这个反应很及时啊。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中间方向一个穿越安打之后，球在这个外野草皮突然一个不规则，对，往右边擦链了。他还一个科技扑把他拦下来。拦下来了。对，不然这可能要滚到三垒去。对。那接下来上场打击的就是这个背号98号的张志嘉。那不得不说，张志嘉的这个运动细胞是真的好啦，棒球、高尔夫球、垒球他都行，也是三拍子就对了。对，棒垒、高尔夫三拍子，算是三七球员啦。嗯。那接下来我们的转播还会有这个跑垒的这个速度哦，就是在攻占一垒。哇，这个好球！接下来这个腿哥都会有数据上来显示，对，可以看看这个他冲上一垒的速度到底有多快。我们这个也都从八强赛开始会用精彩的图解让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坏球直接就掉在张志嘉面前了，实在是太内了啦。那其实广宇堆高机恐怖的是，不止打击强，那守备像是张志嘉是负责守游击，那这个志培是否负责守二垒，那建宏是负责守三垒。算是最强的二三友了。哇，这个还是突然打击很强，不过还是相当有耐心哦。这个选球只要不是他要攻击的，直接都放掉了。选到了一个保送上垒，那现在是有一二垒有人，那打击是轮到第三棒的志培。哦，其实应该也是像他的打击策略，应该是不用急，因为他就算不用打，后面还是很多大棒子，还有建宏护送他。教练刚刚已经先上来喊暂停了，你看这个八强赛还是相当重视，有任何风吹草动他就上来了，就不能有一点闪失了。这球坏球还是先走在前面哦。那我们根据这个数据的显示哦，在亨达的先发投手是刘志凯，背号40号。哇，这一球中间方向又高又远，中外野手就定位接到了。哇，再传。虽然把球给接杀了，不过还是造有推进的效果。二三垒有人。哦，刚刚相当的惊险啊！我们等一下透过这个回放也可以看一下，
中外手就定位，但是球好像还在吹，是不是这个最后有点偏掉这样子？对，球场是不是这个有风？下午因为刚刚说下午山上有风势的时候，又会有一点稍微不一样的影响。不过这个中外野手真的是跑得很远的一个距离，把他给没收了。接的也真的不错。那现在打击的是郭建宏，他这个有点像法国国旗，有点像百事可乐的这个头盔，很显眼。对，全场他的帽子最特别。对。我呢，投手还是坏球。那目前比数还是在0-0的，那刚刚有抓到一个出局数，那二三垒上有跑者。哇，这又选到了一个保送，很明显偏差了，这个球很浅，直接我连看都不用看就直接放掉了。那刚刚抓到一个出局数，结果现在又堆回满垒。接下来是这个，他们刚刚讲说是猫王啦。66号，邱敏翔。哇，中间方向一个穿越安打，看来两分回来了。哦，没有，冻结上了。张志佳被挡在三垒。那我们第一棒的施佑龙是跑回来得分。关于对高机就看到这个保送安打，保送安打的直接已经先持得点。那还有三垒的满垒哦。那接下来这场地区是背号13号的朱展廷，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机会。哇，这个目前投手好像球还是控不到好球袋里面去哦。那也为大家来解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赛制是211啊，所以一开始是直接先一局上、二局上同时来进行，一次把六个出局数打完。对。哇，又是保送，那就是直接送分了。三垒上的跑者曾志佳也被轻轻松松的挤回来，散步回到了本垒。这个是这个恒达最不想见到的状况哦，连打都没给对方打，是直接把跑者送回本垒。那刚刚捕手也叫了一个短暂停，先跟这个投手调整一下节奏。那接下来打击的是这个背号8号的朱行忠。哇，这球第一球还是浅了两三颗，可能在投球的这个手感上还找不太到。这球还是偏外角了，难道跟刚刚这个球场在喷水暂停的时间有影响吗？那个气也被拐到这样子，可能投手还是不要太担心，先往这个本垒板这边塞了。丢进好球袋了，终于。来，有一颗了，先丢进去再说了，一直闪一直闪，就是变成拼命的保送来了。哇，结果还是保送，那就再送一分，那目前比数是来到3-0了。那关于对高机好像又在复制前一场的这个状况哦，就是一开赛就一直有分数进账。那这边王老师也喊了一个暂停。哇，这关于对高机的打击火力真的还是会让投手有压力哦，他这个球都不好控进去。那教练就是跟他讲说，你就是先把这个出局数抓到，不能一直闪闪闪，一直保送这样子，保送就送了两分回来。再信心喊话一下哦，因为其实亨达据我们了解，他是实力非常强的一支球队，也不用怕前面一二局掉分啦。还是要把这个出局数先稳稳的抓到，不然就是无限轮回一直得分。哇，这球出手还是有点快耶，但是打出去，中外野方向落地型的安打，那这样三垒要跑回来，还是满垒，第四分进账了，攻势是一直来哦。目前还是只有一个人出局，果然还是这个保送安打，保送又安打，分数就是一直来，一直来。那接下来要来上场打击的是背号六号的宋少强，那面对的同样是队友满垒的局面。还是坏球、好球进了，有进了，有压到，裁判举手了。我们这时候就要看在刚刚在上面转播的陈文彬教练，他到底会让他的球员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他的油箱里面，
一个内野冲天炮方向啊，裁判举手了，是一个 infly， 现在抓到第二个出局数了，而且呢这个也没有任何的推进的效果，那场上还是满垒的局面哦。嗯，这大概是守备球员最想看到的局面哦，赶快先抓一个出局数喘气一下，接下来只要任何 any base 一个稳稳的出局数抓下来就可以结束这个半局，滚地也好，三振也好，飞球也好，出局数都好，就怕保送跟安打。对，因为现在是落后四分，那垒上还是满垒的情况。那这边是喊出了一个暂停吗？这边是有喊出的一个，是要换人还是突然喊了一个暂停呢、啊？在跟裁判有在，是更换球员上场吗？来上场是76号，七十六号他换上了代打。哦、那76号是我们的宋少明，可能还是想要趁这个机会进攻哦。那好像这个不知道宋少明跟宋少强是不是兄弟党啊？可能是兄弟有这个打击对调的状况哦。OK， 那现在把焦点转回到场上，已经先取得第一个好球数喽。这一球游击方向挡住，来得及吗？哇，传偏了，传偏了，完蛋！那这边要出大事了，球是一路滚到外野的这个外面去哦。哇，球传回来还是 safe， 球虽然传得很及时，但还是垒上所有的跑者都回来了。然后打击的站上了二垒哦，那这边一下要变成了7-0。哇，刚刚那个传球真的是有点要命哦！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回放，球是一路滚到了外野去。啊，相当可惜，球先拦住了，在传二垒的过程中还是太急了一点。那其实可能这个亨达的球员都很紧绷了，不只是投手，在防守上也卡了一下下。因为刚刚这个教练是有叫暂停的啦，那现在好像是要换，又换代跑。刚刚代打的这个，他把这个投手的位置换上来了吗？是郑文龙又上场。对对对，是96号的这个选手来代跑啊，可能是等一下还是要让他再上来投跑，因为现在有7-0的优势。那打击的是4号的这个张浩伟。那是中外野方向的一垒安打，然后投手则是从二垒跑上了三垒哦，这个郑文龙。那目前还是维持在两出局，比数则是来到7-0，由广宇对高机领先7分。那站上打击区的是背号9号的这个施佑龙，又回到了第一棒的打击。哇，一垒手稳稳的举起来，终于结束了第一个半局，抓到第三个出局数。精彩比赛，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哦、没有，还有，哦、还有三个出局数、啊。这个二一赛制现在是直接来到这个二局上半的比赛，张之家直接就站上打击区了。但是这个现在是二局上，垒包上的这个跑者被清空了，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也给亨达喘一口气啊。嗯。哇，这一球差一点点。张志佳看他打击，他也是不带套的哦，而且他的这个手臂肌肉线条，哇，直接后面接杀，接杀出局。那这个就小小的可惜了啦，因为打到的这个阿达里不好哦，切到球，切到球，挥太快了。那下一棒就是轮到我们这个第三棒的背号50号黄志培。那第二局上就是对亨达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啊，马上先抓到一个出局数，对，中心棒次就先解决第一个，然后垒上没有跑者。我刚黄志培刚打中间方向这个相当深远啊，又是差一点就上了天空步道的，而且不像左外野哦，中外野比较远一点啊，就挑战比较远， 对相对远的距离，因为这个球场设计的关系。这一球
直接选择出棒。有发现，哎，一个不规则弹跳，来得及吗？哎，抓到了，触杀。OK， 那就跑者直接封杀在一垒之前啊，这个突然弹起来，这个游击手反应真的很快。再来看一下这回放，这球打过去一下，突然直接弹跳，高弹跳，哎，哇，有点空中抓飞鸟的感觉。嗯，那这边是顺顺的抓到一个出局数，那目前就是两出局的。那打击是轮到第四棒的建宏，这样子内野守备可以给投手更多的安定性啊。刚刚这个失误真的是，哦，又是找游击，哎，就接到传一垒，来不来得及？哦，好抖，一个慢抖，一垒手还是精彩的把他收到手套里头了。那这个一局上加上二局上是7-0，由光宇对高机以7分领先。精彩比赛，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回到假场地的比赛哦，那是由广宇对高机对上亨达，那接下来是一局下跟二局下同时比，因为这是个2-1-1的赛制。嗯 ，OK， 那接下来就要看一下我们刚刚这个冰教练能不能在这个短暂的休息之后，给自家球员一点建议。对，刚刚广宇这个一开局又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开局了，不断的安打保送，安打保送，也靠着这个取得了7-0的领先。不过第二局亨达就回稳了，嗯，他们就立刻守住了这个攻势，三上三下，尤其是第一个半局发生失误的有几手，对，他在第二局的时候，整个每记手背都拿出来了，对，让他们整个手背还是投手的稳定性、安心也都提高了很多，所以让他们可以稳住这个半局，没有再扩大这个失分。确实，而且对亨达的好消息就是他们现在是第一次进攻，嗯，还有无限的可能。那站上打击区是背号31号的林家辉。哇，这一球有点切到了，不过往右外野方向，哎，退，哎呦，差一点发生车祸。好险，二垒手有先喊了，还是有把后面的人叫停。那这边就抓到了一个出局数，是这个高飞球的接杀。嗯，那接下来站上打击区的是背号27号的黄友腾。你再看一次哦，这一球，因为这个二垒手一直退，那后面右外野手其实追上来有注意到啦，应该是都有沟通好。最后是有踩刹车，对，最怕的就是没有踩刹车，因为你后退的人看不到后面的人啊，会被后面的人撞翻。对，那其实比赛如果受伤是最不乐见的哦。嗯，大家还是要小心。这一球直接一个很明显的坏球啊！哇，这个打者好高大啊！还是一个坏球，连我们坐在这边看都觉得他很高大。嗯，很壮硕，这体格非常好。来了一个平的球，抢好球速，哎，他还是选择看了一下，但因为他是左打的关系的，所以他如果要打左外野的话，变成要推打。再看一颗，那就选到了保送。这个有像教练说的，他还是第一棒，前面的棒次你还是要发挥上垒，累积垒包的这个感觉。因为目前是落后7分，还真的不急。对，那下一棒就是轮一棒就打全垒打的话，其实对守备方来说压力根本不大，因为垒上还是没有人，对，垒包就清空了。而且打劫是投手志凯，一个左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那也把这个刚刚选到保送的这个友藤护送到二垒了。哇，再看一次这个直接扛过去了，打一个比较偏平射炮的感觉了。嗯，那接下来就是轮到这个第四棒单富生的打击，背号是24号。
哇，直接好球进垒了。看来下一球又要拉高了，他要抢这个好球数。果然，但这个明显偏差了，还是靠外角了许多。对打者来说比较好选啊，这个球。那目前比数是7-0哦，然后在一垒上有跑者，打击出去还是三垒方向穿越安打，打者停在三垒，那目前是满垒的局面。那这边是一个亨达的大好机会哦，只有一个出局，但是有攻占到满垒。那接下来又轮到中心打线，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背号25号的金建中，第五棒的打击。那球是拉得很高，哦，但是坏球还是很明显的偏差的坏球，没有进到好球带了。还是有耐心哈。本垒板纪律还是很好，哇，还是深了一点点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还有看到最后，有看到最后，喜欢的才打。一好球进垒了，那这边就是满球数了，因为垒球是一好一坏开局，满起来了，满垒满球数，该怎么打，该怎么投嘞？这边要正面对决，因为垒上是满垒。这一球选择出棒，投手哇，打在投手正面，空中抓飞鸟，哇，来不及回垒，但是已经抓到两个出局数啊。那这边一局下就结束了，哇，马上这个攻势就被阻断了啊。这一出局满垒的局面，是一个非常的 nice play 哦。这一垒的跑者可能还是看到阿达里，他就往前出去了，要跑了，对。對球没想到那么快直接进投手手套，人家想说满垒他是应该要全部推进，那结果没想到就刚好正中投手的手套。但他其实也真的是平飞球，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毕竟才一出局啊。对，就是你是落后7分，那就变成说一分都没拿到，是真的有点可惜。那攻势一下就阻断了，所以目前就来到了这个二局下，因为这个2-1-1赛制，那上场打击的是背号8号的王崇仁。哦，这投手开始找到感觉了，坏球变少了。刚刚那个很大的安定感，那瞬间这个危机都解除了，自己的失分危机自己化解。OK 啊，注意！哇，又是一个三游之间的穿越安打，这个游击手好像一开始选择了是先预判的往中间方向去移动，哎。我们游击手是张志佳。哦。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回放哦，他刚刚这个在守备的时候选择，我是不是他是直接下去扑了啊？这可能要再等等一下，稍后有回放，对，再来看一下。刚刚好像印象中他有怎么移动了一下才扑回来，哇，这又是三游方向，三垒手接到之后快传 ，double play，double play， 哇，又是一个双杀守备，那这个光影堆高机可以说是每季连发哦。第一局的时候就是美记化解了满垒的失分危机，那来到第二局的时候，一开始的攻势又被这个完美的守备给阻断了。那目前呢还是光宇对高机7-0领先7分、这个直接一个弹跳进到三垒手手套，再直接转传完成了这个5-4-3的 double play。 透过刚刚回放，那个跑者是不是手抱着头啊？懊恼就是运气比较差一点，对，前面的人上垒了，结果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推进自己的队友，真的懊恼。对，突然就瞬间就出去如风，因为这八强赛开始就是直接淘汰了。对对，赢的人可以留下来，输的人就要打包了，没有再请客吃饭了。那现在站上打击区的是背号23号的杨承宪。那投手真的是把这个球越拉越高，这一球打击出去是左外野方向，一个不营养的飞球，简单的接杀。OK， 那一局下跟二局下比完了，目前是7-0，还是由光宇对高机暂时领先。精彩比赛，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续回到我们这个丰收杯假球场的比赛哦，那是由这个亨达来对上我们的广宇堆高机。那在稍早这个2-1-1的赛制来讲的话，目前前两个局数结束是7-0，由广宇堆高机领先。哦，这一球直接打了一个内野的冲天炮，被游击手直接直接杀。那刚上个半局，两个半局对亨达来说真的很可惜啊，这个满垒一出局，结果被一个 double play 化解。那其实刚刚打击的这个打者也是有点懊恼哦，觉得说，哇，这球直接又拉上去了，左外野手就定位，左半边。那这边亨达是马上就抓到了两个出局数。现在亨达要做的就是先止血啊，不要再失分了。对，七分还是有机会追回来的。确实哦，因为垒球的这个，先把自己的分数给止，对方这个攻势先止血，然后自己再把分数追回来，还有得玩。嗯，这个陈斌教练上次都有讲了，这个只要你能够让对方化解对方的攻势，稳稳的抓下这个出局数之后，气势通常就会倒回来。这就是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需要去注意到的细节。哇，这一球中外方向，哇哇，这个中外野手还是来得及啊，看了很久。那这边就是抓到了三个出局数哦，结束了三局上半的进攻。精彩比赛，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继续回到我们假球场的比赛。那目前是广宇堆高机对上亨达。那在上一局呢，这个亨达是接连抓到三个出局数。那现在就要换到这个亨达来进攻哦。那目前是落后七分。那子明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前三个半局？这个前三个半局真的是广宇堆高机这个火力真的还是相当惊人啊！第一局他们就靠着保送安打，一下子就把比分差扩大了。不过亨达就是很可惜，他们也有照教练的要求，他们先把垒包堆满。很可惜的就是最后还是一个双杀，这个运势可能真的是不站在他们那边。不过上一个半局亨达他们还是有把这个守备给做好，所以呢三上三下，那就要看他们这个接下来的几个半局关键的这些进攻。对，中间这个王老师也有跟他们讲了，现在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目前是背号50号的这个杨振岳，中间方向的一个穿越安打上到一垒。那据差一点，差半步啊！刚刚这个陈文斌陈教练的讲法啦，他是站在三垒的指导。目前看到应该不是陈文斌教练，他现在他应该在下面，他应该开直播看我们怎么讲他。哦，哇，这一球左外野方向，界外全垒打，很可惜啊，角度差一点点啊，距离够。弹道跟仰角都是对的了，就是打歪了，角度差一点点啊。是全垒打，界外全垒打，那这样就多了一个好球哦。目前在打击的是14号的黄博凯，这个对方的投手可能也有点防备了，球就拉高了。因为已经量好球了嘛，那现在就是量好两块，掉在本垒板前面大概一两颗球的距离而已哦。而且对投手的好消息是他现在有七分的领先。整个投的是随心所欲，还是把它往上拉，不过这个很明显的内角了。那这样就玩到满球数了，到底要放给他打还是要再让他这样不好攻击呢？哦，正常的要给他打了。哇，三直接进手套再回来抓一垒的 save。这边想挑战吗？哇，是想要比一个这个辅助判决啊。不过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回放，不过亨达这个回垒也真的是很及时。他比出这个辅助判决了，我们来看回放。这一球打过去三垒方向的一个平飞安接杀没问题。那这边他到底有没有踩到咧？还有那个接到的那个时候，对，因为他不需要 take 他了。
刚刚那一秒没看到啊，因为他是提早离垒了。那现在因为当下裁判是判 safe， 那现在是光宇最高级的上来跟裁判来吵这一球哦，认为说应该是一个回垒不及啊，他应该看他有没有踩到这个一垒，对，就是这个一垒手他有没有踩到这个垒包这样子，而且他踩的位置也有问题啊，他踩到哎、欸、是有没有碰到哎哎。先踩到咯，他后来有补踩哦，他有补踩 哦。那这边可能是一个出局数， 对，但是因为这个一垒审当下是判 safe 哦。我比赛还是要继续啊，这个没有办法看这个慢动作挑战的。对，他们当下是看那个他的 timing 是什么这样子。但是到四强赛应该之后就有这个。这个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主办单位，对，就是有没有这个辅助判决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还是往二垒方向漏了一下、一垒来不及传了，但是先抓到这个二垒的出局数哦。那目前比数还是停在7-0，然后横打的进攻真的是相当可惜耶。对，通常前面都先安全上垒了，那后面就是应该会有一个攻势。那隔壁的这个移场地是非常非常的嗨哦，好几个跑者回到这个本垒得分，隔壁的尖叫声都传过来了，因为就是只有隔几片网子，对，隔壁的界外飞球也可能会跑过来。哦，那在这个焦点回到我们假场地哦。哇，这一球这个有插到，那一垒呢？out 那这边是抓到第三个出局数，比赛还是7-0，捕手的动作真的很快，我们有机会再看一下这一个精彩的慢动作回放吗？这一球真的是打在一个本垒板前的很距离不远的滚地球，那马上就传到一垒这边，通常这个慢垒的捕手也没有像这个站得很旁边，他退得比较后面，他要冲上去真的是非常动作快，很及时。 OK， 精彩的比赛快走开，马上回来。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八卦山假场地的比赛哦，那是由亨达来对上光宇堆高机。那在稍早的一个 play 就是说，这个一垒手，这个我们志祥认为说他要踩到垒包，但是当下呢是判定一个 safe。那目前又换到这个光宇堆高机来进行打击，那第一个就上了垒，15号的是伟凡，是安打上垒，一个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不过刚刚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应该是一垒手也再去跟裁判沟通哦。这个通过回放确实有看到啦，不过因为这个八强可能没有挑战，所以比赛这个就是判决，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啊。那也好险说，其实这个判决没有影响到后面的分数，这样子，对，还是一样是7-0。那现在这张打击区的是背号6号的少强，这一球哇，右边方向的一个冲天炮，右外手就定位了，稳稳的接杀。那这一垒的跑者看了一下，还是回到一垒哦，因为这个距离没办法，比较没办法，对。再加上说他打的没有到很深，比较浅一点点。嗯。而且刚好也是在右外野方向，所以这个他要传二垒还是来得及的。而且换到我们文龙的打击，哎，二垒有 double play 来得及，那是非常快就结束了这个半局哦。那目前还是以光宇堆高机7-0暂时领先，精彩比赛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个丰收杯八卦山假场地的比赛，那是由广宇对高机对上亨达。那亨达的运气是比较差一点点哦，目前的比数是来到7-0。那继续换到亨达的进攻。那在稍早换局之前呢，亨达的这个教练就把球员全部集合起来，在旁边画下叮咛一下。比赛还没结束，还有机会，而且他们是后攻的球队。对。而且今天亨达真的是局局有攻势，前面都会先上垒。这边左外野，哇，这球是被接杀了，有点可惜哦。刚打击是27号的黄友腾，那接下来就换到投手打击，是这个40号的志凯。就是局局有攻势，可是前面就是包括说这个双杀打有两次，对，攻势就是有被断掉这样子啊。这一球还是一个左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这边就是有落地了、哦。那就是，刚刚这个志凯好像上一个打击左外野方向，对，然后也是打了一个一垒安打这样子，打击还是相当稳定啊，能投能打，也是算二刀流的。哦，现在都流行这样子，对。那接下来是换到第四棒单富生的打击哦，背号是24号，来到中心打线，目前是一出局一再垒。这一球应该很明显内角了，但是还是选择强拉。哇，他左半边不过是界外。对，我们这边看的位置感觉就很内角了，但他还是选择进攻哦。他可能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内角球。他可能觉得有拉有机会哦。对。大家可能对这个球场也多少熟悉了，知道左外也是很好攻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有一个兵教练刚刚在转播这边，已经做好这个场地相关情搜。OK， 那现在还是继续在这个附身的打击。投手把球拉得非常高，还是丢内角啊，知道他喜欢拉就让他打内角，但是有点太内了。哇，还是一样，再一个内角。哇，跪地打中标杆吗？没有，出界，界外全垒打，但是因为刚刚已经有一个界外球，所以是出局，三振出局。哇，这个投手真的是完全掌握到他的心情了，他现在投起来真的是顺风顺水啊。对，他知道他很爱拉，而且真的拉得出去，但是就是角度偏了一点。对， OK， 那现在就轮到这个标25号的金建中的打击。还是内角哦。我敢塞内角，我就一直塞内角给你。对，拉最高塞内角，还是一样啊。目前两出局，一人一垒上有跑者。那这一球投得蛮甜的，不过中外野手还是就定位了，稳稳的接杀出局哦。那在四局下还是7-0，由广宇对高机暂时领先。精彩比赛不要走开，马上回来。那现在是来到8强赛，是广宇对高机来对上亨达。那现在要进行的是5局上，目前呢是由广宇对高机以7-0领先亨达。那现在是要轮到广宇对高机的进攻，按照这个时间应该是看起来也是算最后一个半局喽。那这边是先落地形成一个安打、哦，那打击的是94号，已经换上了这个预备球员哦。
啊，七十四吗？还是九十四？不知道，刚刚那个一刹那没看清楚。那接下来正在打击区的是回到第一棒的施佑龙，背号是九号。哇，这一球还是有点短了一点，球掉在了本垒板前面。哇，这一球一个慢抖，哇，差半步啊，差一点点，其实已经很尽力跑了，是由我们的自由手上来接哦。这也是一个刚好落点蛮巧妙的一个安打。对，然后他顺手的就把他抛到二游这边。那再看一次回放，有回放吗？没有，那目前就继续进行比赛。二垒上的应该就是最后一棒张浩伟了。那现在打劫是张志佳，来一个直接打穿了中外野方向的安打。不过外野手回传也很快哦，这个跑者已经直接停下来了，被冻结在三垒。那目前就是满垒的局面，没有人出局，还是广宇对高机的进攻。那对于亨达来讲，比较不好的消息是，接下来上场是这个志培，该怎么面对他嘞？中心打线第三棒、第四棒接连上来了，直接哇，外野方向打得又高又远，对，出去了吗？打到网子上，那这边。至少要两个跑回来吧，哇、wow ！比较可惜是只有一个回来哦。这一球这个仰角非常的高，差一点点就出去了，打在网子下面大概十几二十公分的地方而已。那志培自己都笑了。那再看一次回放，他打出去之后是往左外野方向，这个左外手是一推到最后一步，然后碰打到这个网子上面， wow、差一点点就几公分而已。那其实这个志培上一点自己都笑了，想说。真的就差一点点。那一垒这边是先换上了这个代跑，看来他们还是想把这个分差给扩大。那是背号九十七号的陈宇初，嗯，王宇的想法也很明确，他还不想让你有分差只有七分那么少，能打更多一点，他是希望打个更多一点。对，他想要口斗这个比赛哦。那目前上场打进去的是这个建宏，也是第四棒，中心打线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掉哦。那因为刚刚这个算是比较算最远的这个一垒安打，只有得一分回来，八比零，得一分而已啊。对，刚刚得一分。哇，这个内野 Everybody safe 是九比零了，还是满垒。一个最远的一垒安打之后呢，再配上一个这个内野的滚地球，那目前是九比零，广宇对高机还是满垒，没有人出局。那接下来就换到刚刚这个镜头特别多的一垒手志祥，为了那个有没有踩垒包？对，哇，这一球还是打得相当高，中外野手追上来，哇，在两个人之间落地形成安打，那是在抓到二垒的跑者，因为这个可能跑者还是有犹豫了一下，他不知道会不会接到啊，他不知道会不会接，他就没有尽全力跑了。再看一次这一球有回来。其实感觉两个人都有机会，但最后好像没沟通好，他哇说了一下，这应该中外野手要把二垒手给喊开来啊。对，他有好最后面一步说了一下，他还是顺着接的啊，这个倒退接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对，那在因为没沟通好的情况下，就再掉分了。那目前是十比零，关于最高机十分领先。那因为二垒的这个建宏刚刚是。来不及，是被抓到了这个出局数。这个一垒往二垒的跑者还是被封杀了。对。那这边一垒稳稳的传，抓到出局数。不过这个三垒的是有跑回来了，也是刚刚换上这个代跑的这个宇初，如果没看错的话。嗯。那目前就是来到11-0了、哦。应该是刚刚这份也进来了，对，11-0。那打击的是这个背号八号的朱行忠。
那目前还是两个出局。哇，挥棒落空，这个豪迈的挥棒啊！他心里想的就是跟我们想的一样，要夯一只大的了。啊，这个就比较偏了一点点。好的，那帮各位更新一下最新的战况哦。目前是广宇堆高机11-0领先亨达。那目前在二垒跟三垒上都有跑者，两出局。哇，又是一个冲天炮，见高不见远，有没有机会？有，右外野手接到了。那这边就到第三个出局数，结束了这个半局。那精彩比赛，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丰收杯的这个比赛啊，那目前是广宇堆高机以这个11-0领先亨达。那目前进行到是五局下半，那有可能是亨达最后一个半局的打击机会了。那因为就算时间没到，其实11-0应该也到我们这个口斗制的五局，几分要可能要问一下猫哥。对，但是应该时间上没到，应该11分应该也要到了啦。嗯，对。那比较可惜的就是亨达前面有接连的被双杀打，再加上说这个攻势是有，可是没有连续串联。那目前场上是先打了一个安打，先站上垒包上再说。还是要像这个陈文斌教练早上说的啊，还是不要急。虽然说落后分数真的有点大了，不过这个垒球的分数还是要取得，还是是有机会的。毕竟它是一个打击的游戏啊，还是要先累积垒包，把分数还有这个压力都送给对方，他们才有办法把这个分数给追回来。确实，就是我投给你打。哇，投手前又是投手前滚地。那哇，这边这个一垒是 safe 哦，但是有成功的抓到这个二垒的跑者。那其实对于广宇堆高机来讲很简单，我就是抓出局数就对了。嗯。你再看一次啊，这个投手前的滚地马上被拦下来之后，回传给游击手张志佳，相当快的手套拿出来就直接甩了。垒包来得及，但是一垒呢？一垒是 safe 喽。但二垒抓到。那接下来上场打击的是背号23号的杨承宪，目前还是有11分的落后。哇，右外野方向，这一球右外野手就定位，有手稳的追杀，抓到了，那就是两出局。那目前还是11分的落后。哇，很难得看到横打被守到一分都没有打下来过。对，可能在这个攻势上还有运气上都比较差了一点点。嗯，局局有攻势，每次都有前面就先上垒，不过。我们等一下有机会请到这个陈文斌陈教练上来，想一下他的状况是怎么样。对，那现在这场打击区的是背号这个50号的杨振岳。那其实目前也不需要再做这个打击或是手背上的调整了啦，就是继续打下去就好了。嗯，交给球员了。对，像他说的，就是现在就是球员自己去享受比赛了，或是自己去想突破点。嗯，这一球还是太深。不管是从选球选到保送也好，或是打安打也好，或是打全垒打来追分也好，就是现在就是要让球员来累积点经验值啊。哇，选到了一个保送。
那比赛还没有结束哦，目前是11-0，一二垒有人，两出局，还是亨达的进攻。那接下来要打击的是背号14号的这个黄博凯。那帮大家插播一下隔壁乙场地，因为这个甲场地现在目前是叫了一个暂停。那乙场地呢，这个大角岩堂队是打了一个中外野方向的安打，那这个外野手滑接没接到，可以听到这个球迷他们的加油团、拉拉队、亲友团非常的多，非常的兴奋。OK， 那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甲场地哦。目前是亨达一二垒有人，不过两人出局了，但是攻势就是在两出局之后开始的。没错，那投手是尽可能把球给拉高，先来玩个一两球，因为还有扣打。第一球就是先好球进垒，打在最边角。那再来要再拉出去了，应该是要再拉高一球哦。哦，这个真的有够高啊，这个高度。要丢三层楼，不过没有进好球带。真是把帽子拉到都掉了。对。那不得不说，其实他们的策略也很明白的啦。再拉高一球，有没有机会？还是外球啊，都太外角了。那接下来玩到满球数的话，就可能要来对决了哦。那接下来他应该要来投一个平的，把球丢进来，来接这个。照他们领先幅度来说，他根本不需要闪打者啊。对啊，他就是直接面对你就好了。再加上这可能是最后一局，还是一样丢高的。这球啊，直接打到一个内野上方，三垒手接杀出局，那比赛就正式结束了，就是由这个广宇堆高机11-0，口斗对手，精彩比赛，要走开，马上回来。在这个刚我们转播这一场八强赛呢，是由广宇堆高机对上了亨达呢这两支南部的劲旅。不过呢，这个国民队高机靠着第一局这个7分的大局，再加上后面又延续4分的攻势，把这个亨达压着打。那这个亨达虽然前面也有这个满垒的机会，不过还是很可惜哦，这个接连出现的那种双杀手背，对，双杀手背，或者是第二局又上垒了，但是又是球直接进了这个投手的手套。对，就是球找手套运气比较差了一点哦。对，相当可惜，最后这个亨达就11-0败下阵来了，在八强赛止步。那么由广宇堆高机晋级。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这个现场的比赛转播。